当在关心天气，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，所以这方面的水气会减少，而且日时嘛小快回温。咱同时来看温度。今日和明仔，东北季风减弱，转头东风。咱台湾各地平湖、金门、马祖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。东北部恒春半岛会落地阵雨，过道山区毛机会会落雨。温度的方面，全台湾今日低温是21度至25度，高温有27度至31度，拢有小夸回温。这款的天气，敢若以前两天尔，因为了后阁会再变天。拜五到礼拜，东北季风阁落南，北部、东北部。水气会变较高，而且温度也下降。也有另外，目前伫越南东边的海面上，即马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有可能会结作轻度的风台，所以西伫东沙岛附近的船只就要小心。